备这个条件啊，虽然可以练习啦，只是，我觉得我大概就到这边了吧，会进步啦，不过我不会超，就是我天赋不会朝那边点啊，可能我是攻速流的，我就乖乖点攻速流这边，啊，有些人可能点暴击呀、暴击攻速啊、暴击力量啊，有的没的这种。哎呀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风格大概就是会我朝这个方向走啦。那现在我觉得也还好，我没有去应征上啦。不然应征上的话，我哪有时间玩开台玩游戏啊？而且如果真的我应征上的话，画画好痛苦哦。啊，然后当时那个应征我的人说什么，有一个画画比我更惨的人，他就直接讲，有个根本不会画画的人也跑来应征，啊，但是他说那个是什么老板的朋友介绍过来的，然后他说只要会画一只史莱姆，就是人家抽卡不是有 S 卡，然后把 N 卡进化成 S 卡，进化成 SSR 卡那种进化的图，就是只要你史莱姆上面可能加个头盔啊。啊，加个铠甲，就这样升星上去的，只要画类似这种进化图，啊，画出来就给过，然后那个人画了3个小时的史莱姆画不出来，我就觉得，哇，那为什么不给我画？这么简单。啊，没办法，人家走后门嘛，走后门就大爷啊，他画不出来，但是他还是面试上了，你知道吗？多好笑！重点是这个，他还面试上了，然后说什么公司出一些什么。让他报名去什么参加画画教学课程啊这种，那真祝福他喽，感谢发喽。这种面试就只是跑个流程而已，对啊，就是要跑个流程啊。而且我很早很早以前，我真的每次讲，每次想笑。就是我爸是农会代表，啊，农会代表就比如说是那种，学校的话就是，董事长嘛，啊，再可能就是一些什么，中间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什么赞助还是什么的，啊，下来再是校长啊，有的没的，有的，对不对？啊，我爸就是卡在校长跟那个董事长中间那一层，所以算是校长看到我都要跟我问个好之类的那种感觉。啊，我爸就是代表，他那个叫代表，然后他就是说什么，因为当时我没有工作，他就叫我去农会超市上班。啊，因为是介绍进去的，而且重点哦，你介绍一个，你靠关系去做一个超市，你就这样好笑吗？对啊，你靠关系去做一个超市的员工，我刚想说这个不用靠关系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人想做啊，时薪也没有比较，对吧？对啊，时薪也没有比较多啊，我这样跟我爸讲啊，他说总比你现在没工作好吧？啊，后来我一去面试啊，就跟店长面试，然后他说你是什么代表介绍过来，我说对啊，他就跟我讲说一大堆，我就说我有做过超商啊，怎么跟他讲。讲完之后，他说："哦，之后准备走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不想来这边工作啦。啊，然后我讲完这句话，那店长说："哦，这样啊。"啊，然后我回去之后，到家后，马上接到电话，那个你明天早上7点就可以来上班了哦。
我就直接跟店长说，不好意思，我就可能对这个工作没有兴趣啦，那我就这样子。结果隔天马上上班啊！你看，真的很多都是这只是要流程而已。反正就是我，反正我就一定上了啦啊！我要怎么，就跟猎人试验一样啊，你过了就过啦啊！你把那个折掉还是怎样的话，那个也逃不掉你已经考上猎人的那个啊，对吧？并没有我不珍惜那份工作，是我觉得靠关系进去超市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笑这一点而已。那再加上我说我之前做过服务业太久了，我很讨厌碰到那个面对 OK 啊，虽然一定会面对到啦啊。好，然后我进去的工作位置又很奇怪，你们如果知道全联的话，他们有分生鲜部门跟一般那个卖场部门啊，他们其实是分开的部门。啊、然后生鲜归生鲜，就是他们卖那些蔬菜、水果、肉啊那些。啊，一般的就是卖一些饼干啊、日常用品那些。然后我在那个农会超市，就是卡在这两个中间。我早上是生鲜部门的，然后下午是一般部门的。什么东西？店长无视你？对啊，有他有他有理我，他说哦不想做哦，啊回去我还想说哦还好我都讲出最后一句话，就干根本没有用啊，隔天还是面试啊，还是录取啊。然后我就是因为那种国小啊幼稚园都会跟超市叫一些他们的营养午餐要的材料，因为都是厨房阿姨亲自煮的，这样比较健康比较卫生。然后就是为了捡这个，我早上忙得要命，我早上常常东西捡一捡，捡完就快已经快12点了。啊，然后如果你捡不好的话，又要被那个幼稚园打电话来骂。我捡的什么东西啊？啊，你们菜又不新鲜，啊，你们东西也快过期，没有过期，是东西有那种凹损啊，什么东西也不行。啊，然后可能就是有客人很急，结果他那个谁，我们。卖那个什么柜台的小姐就把那个要给幼稚园的东西直接先拿给客人，结果我们就只能从架上拿一些原本就有的东西，就被幼稚园的骂，超惨啊。然后重点来了，我不是说早上结束后就要下午就要去吗？下午一去就是你们知道卖场很空，都没人补货啊，我要一个人，我一个人雇一半的，另外一个人雇另外一半。嗯，算是就是那个卖场的那个啦，也不算那个什么，要组长嘛也不算，反正就是我们主要不是补货，我们是要管那个卖场啊，但是就是补货主要是收银人员在帮忙补，他们有分早晚班，然后有个收银人员就是动作都很慢，然后又要帮他弄东西。然后弄不好又被骂说啊你在干嘛啊，不会帮忙补货之类的。我他妈的有一次我真的气到直接回说，干我早上来补又那个欸幼稚园的东西欸，你要我怎么补你跟我讲啊，不然跟你换位置嘛。我讲完这句话之后大家都安静了。我就跟他讲说好啊，不然你一天来做那个啊，来帮忙挑幼稚园的东西啊，我跟你交换啊。结果他直接回我，干你别叫我 kick 走欸。那个工作真的是很累欸，你补货就只是乖乖的在卖场里面补货而已。那、啊、你挑东西，你要，而且他就是叫什么？比如说我今天有七间幼稚园，啊，每个都不一定是一样的菜色，啊，你又要挑菜，然后有些还很机车，说你什么啊、凤梨要帮忙削啊，然后欸总是杯垫啊，白痴哦、喔，你凤梨要帮忙削啊。然后什么山药也要帮忙去皮啊，那个有的没的哦，山药去皮超难过，你山药只要沾到你的毛细孔上，你那一天都很痒。对啊，我整个气到火大欸。
而且我竟然可以在里面待了快一年。啊，重点我就是刚进去直接得到带状疱疹。不知道带状疱疹来讲一下哦，那个在台语叫做那个台湾叫做蛇皮，它就是类似水泡，但是它会有，应该你们老一辈或是有长辈都会得到啦。它就是会水泡长得跟蛇的皮一样，就是鳞很像鳞状，就一块一块一块的，然后会有点像蛇在爬，会在你的毛细孔上爬。啊，那个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啊，你在免疫力很低的时候得到机会最大。啊，我就是进去的时候马上得到，当时因为我们家族没有这个病例。啊，当时我就跟我爸说，欸爸，我手有点痛，欸，可不可以带我去看医生？因为我那时候手其实有点出不了力。啊，后来我爸说，那个水泡而已啊，搓一搓就好了，就他这么帮我搓破。就第三天我真的快不行了，我就跟我姐说，欸姐，你带我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就找附近的那皮肤科看了一下，才说这是带状疱疹。啊，我听都没听过，想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医生说这个其实很危险啊，如果长在脸上或是胸口附近的话，可能会出人命啊。啊，我跟我爸讲啊，我爸不听，不相信，以为我又是想要不上班的理由。啊，后来是我姐，因为我就是跟我姐讲说，哎，你去跟爸讲一下，他不相信我讲的话。然后我姐去跟我爸讲完之后，我爸才相信，然后才去跟那个超市那边帮我请假。然后就是请了4天假，啊，我的那个症状才稍微缓和。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得到吗？主要是免疫力太低，就是你太常熬夜，我就是体力不好的时候会得到，啊，所以才会出现在老人身上。重点来了，那种公务都会有那种，欸，我想一下哦，他们有规定说什么一个月可以请多少病假，然后一年总共可以请几次病假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太累请假，在月初把假都是给往前调，结果你知道那个超市那边怎么样吗？他竟然把我月底月中的假全部浓缩到前面去，所以我连续请完假之后，我还是连续上班，很好笑，我连续上班哦，就是因为我太累要请假，结果他现在又把我排要连续上班。我跟我爸讲，我爸也是 walking 啊，就忍一下，在人家下面做事。哦，我整个气死。啊，重点来了，现在就是我最近偶尔会复发，但是不会有那个水泡跑出来。然后带状疱疹的水泡如果沾到眼睛的话，很高几率会失明。欸，我画到哪里？哦，剩一个。好，之后就是，而且那个因为超市是做吃的，其实避免不了一些蟑螂啊、老鼠啊。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鼠患很严重啊，就是你常常经过一个地方会闻到老鼠的尿，啊，就在附近一直找老鼠尿在哪里，要擦干净嘛，不然很臭。有一次就是手好像去摸到，直接摸到老鼠，你要去洗手，然后就开始觉得手怪怪不舒服，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那一次摸到，然后手才开始不舒服。啊，我得带状疱疹的地方是我的胸口，不到心脏啊，就是心脏上面，然后我的右手这两个地方，他说长在胸口很危险。啊，再来就是那个脸嘛，啊，我只长在胸口跟手，然后我那时候痛到整个就是眼泪飙出来，我爸还问我什么了，我真的是痛到讲不出话来。结果有一次就是我还在那个休息的时间，就是家里那个吃喜宴，我堂哥结婚吃喜宴。啊，结果我们就帮忙收拾的时候，我就是收的比较慢，因为很痛嘛。啊，结果我那个五叔啊，他就那边骂说：“你做啥啦？我大汉，我要做死哦。”然后我就很无奈。然后我爸就跟我五叔说，我爸是排行第三，那个五叔排行第五嘛。
我爸就跟吴叔讲说，无啊，他就得到皮蛇啊，就是用台语跟他沟通，得到皮蛇啊，什么东西的，现在就比较痛，比较不舒服啊。啊，直接回我说无咯，好，我看，啊，没有啊，就跟你们讲一些经验谈嘛，因为有些人都喜欢尬一些自己有多可怜，自己有多委屈啊，来啊，尬一起都来啊，看谁最委屈最可怜啊。哎，抱怨完，草稿也画好了。噔噔噔好啦，先，要不要全白？我觉得全白好了啊。啊，当一只兔娃娃，兔娃娃。厉害什么？你在厉害什么？你说抱怨吗？没有啦，就年纪也大啦。我以前真的，反正就是不爱上班。有人说他不爱上班的人，一定会就是也会不爱，不爱上课的人也会不爱上班。这是大多数啦。如果你会喜欢翘课翘课的人啊，你翘班的机会也会很大。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屁话欸，谁不喜欢翘课，谁不喜欢上班啊？你上班上久了一定会腻啊，会倦怠啊，一定会讨厌啊，对吧？反正就是跟星座一样啊，你只要随便讲个说什么，你今天爱情运很高啊，你今天没爱情运也不会怎样，也不会说什么不准之类的啊，也会啦，可是就这样子嘛，反正就是给你有一个机会，让你觉得哦，你今天至少还有机会，你去努力看看，对吧？看到总裁，哦，化工哦，对啊，因为兔兔之前本来是要出个李总杯垫给兔，主要是画给兔子啦。可是兔子说这就是炼狱，感觉最近他前阵子发生一些事情，造成很多人退坑啊，然后叫我先不要画，不然你画了卖不出去又很亏。啊，我就跟他讲过那个啊，你会不会阿炼鱼会不会哪天就突然不红不红，不会有人买啊？他说不会啊，结果真的发生了啊，不就很好笑？他有时候觉得他真的是把事情都想太好了啊，怎么跟他讲他都会觉得我在反那个啊，跟他唱反调啊。啊，我这个人本身就喜欢比较悲观一点的想法。你要先有个悲观想法啊，你发生就比较不会太失望啊。啊，如果你悲观，突然就是变得哦，事情发生结果是好事，你就突然就是更乐观，有没有？所以先保持悲观想法会比较好啊。因为兔兔入坑学长，结果兔兔爱上总裁，哼，啊没办法啊，他的账号就是都爱抽到那个总裁啊。我本来也要跟他玩，玩的原因是因为我要享受抽卡，看会抽到学长。啊，最后我还是没有勇气去入坑，不是勇气啊，是没有动力啊。我在攻啥？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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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耀暖暖，不是他们前阵子有合作吗？啊，然后不是也是一个氪金游戏吗？之前有看到一张图啊，就是暖暖走出来，他就说你才养不起我呢，就走掉了。我看到那个就觉得我要贴给兔子看，他就傻眼。我觉得这个要换个颜色，不能白色，灰一点点好
这样子，行，再厚一点。兔子之前有玩暖暖啊，可是他退了、啊。我同学氪金还输我，没办法，有些人就欧洲，有些人就非洲啊。你像我子母，哎、欸，我不是讲过我氪了快20000块吗？还是抽不到杯面呢、欸。然后之前又看到8591上面有卖杯面，才卖150块、欸，气死哎、欸！那时候想要只是无聊，想要啊看看八五有没有真的在卖那个卖账号啊，结果还真的有欸。我氪很多啊，可是我氪那么多没有用啊，我抽不到好角色啊，反而是你们都抽到一堆好角色。啊！现在你们等级也都起来，分数都起来啊，常常也都打得赢我啦、啊，不像一开始那样子，看到我就是说完了，遇到教主就是要输了，现在都不会啦、啊。现在看到我可能就哼，轻松虐过，这个会更嫩。你还以为你还是之前的教主吗？哼，那种感觉有没有？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只是。啊，教主啊，简单啦、啊，打过就好了啦，还、啊、不会再那种放弃的玩法啊。遇到教主了，随便滑，随便过。你还是会输，不是有些就欧到我快气死了，像汤包包啊、赢啊那些，随便抽随便都有角色哦，而且水里抽到夏日史迪奇，啊，结果他也没什么在玩。你们觉得这个头发要有车缝线吗？还是不要？好，等画完再讲好了。现在讲那么多干嘛？反正不会开台啦，本来是真的要开 GTA， 然后就是可能画面是 GTA， 然后不会有画图的画面，然后我们就可能闲聊，我在画我的图。啊，拿到就是刚刚本来在看别人的台啦，就说什么小心肝，你不是早班的吗？啊，我就说我的委屈啊，我说没办法，早上电脑太热了。那个有电脑的房间太热了，没有冷气吹，这样对电脑不好，对我身体也不好。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之前鬼岛有想要找一些只能早上进来的，懂吗？啊，可能就是刚好在那时期被找进来，所以可能觉得我是就真的是只有早上才能进来的那种，你应该懂吧？就我可能不是那个名单的人，但可能被误会了啦，也可能我就是那个名单的人啊，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啦。当时没有讲，因为拉我进来的人没有特别说我是只能早上玩啊或什么的啦，不然就我真的误会了啦。如果真的是的话，就以后开早上 GTA 啊，那下午晚上就是乖乖玩麦块啊。我画画，可是这样我晚上就不能剪片了啊！晚上剪片的话，早上起不来又被骂，不是骂啦，就又被讲。而且当时我故意讲我早班的人，是因为你们那时候早，哎、欸，不是那时候，那时候医护早上真的什么都没人啊，我才会。在介绍说我是早班医护人员，早知道不讲这句话了。
讲这句话让自己好可怜哦。现在鬼岛早上，我想一下哦，鬼岛，那怎么讲？我觉得还是要互相啦，因为就是说你不能自己出事才怪说早上没医护啊，啊自己都不小心一点，然后整天用拳头用那个棍子互打，打出事才怪没医护，对吧？我是这样想啦，然后也不能说什么怪没有警察，然后不用休息的哦。而且如果真的轮班制好了，那这样警察要有多少人？如果你警察一天上八小时班，也不要那么久好了，六小时好了啦，六小时，然后四个班，然后每天如果他们也想抢珠宝什么的话，要四个人，然后六小时班，4×4=16，要16名警察欸。妈，要16名警察，你看哦。那如果排除就是说，你一个时段只有4名警察，那是不是其他那种没有上，你看哦，一定会有人就是没有上线，啊是下班的状态。对吧、啊？如果算在内的话，警察、医护这样子，光是警察、医护加起来就快已经32个人了啊！怎么可能还会涵盖像黑帮啊、计程车啊那些有的没的？那、啊、讲真的啦，我不是在抱怨什么，我是在抱怨啊，只是我觉得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啊，要那这样子真的，我觉得。医护不会有什么人想要做了，没有上班被骂，我真的可以大可去那个啊，去当渔夫啊。我讲真的啊，你们有乖乖系安全带，不要去听秘密，然后少骑摩托车，怎么可能会死人？懂吗？不要爬高爬低啊，就乖乖。乖乖的，要怎么讲？就乖一点嘛，啊，不要闯红灯啊，不要干嘛的啊，然后需要医护。像我们最近医护真的都无聊到没事情做，还在研究怎么打架哎、欸。像那天跟喇叭汉打架，打三场我赢三场啊。就这样，然后我刚说的车缝线是加这个，就比如说加在这里，像这种感觉，我想一下要加哪里，加这里好了，可以找春哥打打看，找吗？因为我的角色是在春哥去当兵之前，还没，他当兵之后我才进去的，所以理论上我跟他不熟，怎么可以随便找人打架？对吧？而且我的角色还不知道他是做黑帮的，如果真的压起来的话，死的是我、欸。你说图这样就很棒吗？哦，再看看吧，画完再看看。再来是这只，
可能现在很多东西都要再研究啊，再去修正，就是越修越好嘛。哦，好痒哦！春哥没粉丝，可是当时很多是从小五的那个粉丝都是春哥那边跑过去的啊。安安哦，是说会，你是说预购吗？当时预购那一次搞了我2个多小时在整理东西，而且我当时状况很差。可能可以啦，只是东西不会寄到我这边来，可能是交给水里或是谁处理吧。不然我当时我包了，比如说我包了23个东西，我拆开重新检查了，就已经一半以上了。我当时状况差到我就是，我刚刚是点了几个人，然后又把那个包好的拆掉重看，你看我当时多累啊。就是无保存，那你还敢讲？不会啦，我觉得小五就很好啊。他因为他其实我不知道小五本来是谁的，什么身份啊？因为我是很少在看实况的人啊。我也是因为有一次是他请我画贴图，订阅贴图，我才好好去看他是谁。然后才知道，他的来历也不小诶。但他说他不是什么大大，我觉得他认识都很多大大啊。我看一下哦，是不是会讲话？不是。而且那时候我听小五从小光台出来的声音，很像一个小学生。然后，所以他跑来找我委托的时候，我就再三确认他有经济能力、经济状况。不然我之前也已经快帮一个人画好，结果他就跟我讲说：“哈，要钱哦。”很早以前的事情啊。然后之后才会很多。很多东西都要先写好合约书。有些是因为朋友介绍啊，那个我想说哦，都已经相信了，然后才说要钱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是小五的图有几张是比较特，就是跟之前画风不一样的是我画的啦。你想委托没信用卡？我最近没接委托啦。你看我最近有在花谁的委托吗？可能有啦，只是你们不知道啦。因为那个都是我私下偷偷接的，然后水里他也不知道。不啊，你这个颜色吧。因为建那些都只是小图啊，我就可以画啊。如果你是要拿来当什么大头贴、封面的那种，我就没有帮忙画，就没有不是帮忙画，没有接了。分类 GTA 是 GTA 啊，因为我刚在画 G，我在开 GTA 台啊。马来西亚能买吗？好像没办法诶，你可能就是要请台湾的人，
帮你买，然后寄过去这样。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来问啊，就是没有办法海外啊，而且海外运费超级贵的样子。因为当时有很多想要香港想要买的啊，但是就是因为运费太贵，他们想说就是一个人负责买，然后就是带去香港，然后再送一送。好啦，大概就这样子了，我可以上 GTA 了。杯垫就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啊。那这就再加个颜色上去，就完成了。另存新档，兔兔杯垫啊，我那个还没加签名，原来是前期打发时间啊，不是，我刚刚有上线，我刚刚已经上过了啊，只是刚刚是伺服器维修，那就关掉继续画，签名签哪里呀、啊？好啦，是这样，另存。哦，那我另外一张也要重存呢。然后按另存。开启。那只 call 你伫倒诶？那只 call。这里。好啦，我改一下标题了。站板画图，我想改什么？兽医，好，更新资讯，更新资讯。啊，我顺便去贴啊，顺便播广告。谁帮我播过广告了？还是我那个了？你们吃个广告哈，播一下啊。感谢老区超级留言。你手太抖了吧？
游戏，我们回来啦！等一下，我弄个东西。王子，我已经想好之后的走向了。我知道，如果就是说，没做医护的话，我去当渔夫嘛，然后可能就真的在里面这种当那个画画，懂吗？就是卖图，然后说啊，我帮收委托啊，然后帮谁画图啊，这样子。然后。然后这个，然后丢上去，好，我去丢给学姐。哎，我还是不会把手机桌布改掉，哎，怎么改啊？可是改名是失败，是啊，你也别费心，你也别了，你让他别费心了吧。在哪里？都之前的信息了。要去设定图片背景啊，然后这边嘛，不是丢上去就好了吗？OK，白的啊，超怪、欸，其他人都行，我就不行。我不要这个，点背景这个。我有点卡、欸，下雨啊！好，上班上班，你上班了？哦，白痴，我看错人聊天室了啦，我在看，刚刚挂台看其他人聊天室。好了，我们回来了。我看一下哦。哎，不对，OBS。哦，好了。限电。用图片大小限制吗？我不知道欸，我已经从这个网站试了很多图片啊，它就是没有成功过啊。哦，空气好潮湿啊。面具。想一下，研究一下，没有，他们就说什么你 FB 上的也可以啊，因为小猫它就是从 FB 上面随便找个图片贴上去啊。怎么？再试试看。背景，OK，没有，然后手机型号我也试过了，算了，不行就算了。啊，那个图片本身是白底的话，搞不好图片太大会显示在角落。没有啊，我连我自己的图去背也都是一样啊，我用我的图有去背的图贴上去也一样啊。你先按 Enter，再按 OK 看看。诶，我还没试过诶，试试看。我感觉有点卡诶，设定更新吗？
不对啊，现在开 GTS 定不会更新啊？哎，会更新啊。背景。哎，没有啊，Enter 就是换到下一页啦，OK，对吧？一样啊，设定。没关系啊，有试过了，不行。你看会卡吗？就是微微的卡一下，我觉得有点卡欸。走进去一点。没事干。好像要加 JPG。奇瑞斯，图片背景，可是不是他们说贴网址就好吗？哦，科吗？点，JPG，这样哦，大家试试看。噔噔，也不行。还有什么方法？来，你们讲，我试试看。我看有很多人手机画面也没变啊，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好卡哦。还是我重开机看看啊？我去看一下别人台啊，别人台好像也有一点点呢、欸。嘟嘟嘟嘟嘟。不然我之前我有一堆图啊，却都弄不了，我好难过。想加桌布都不行。哎、欸，这个好可爱哦、喔，来看看可不可以。设定，点背景。应该不是这问题吧？我改成 iPhone 10也不行啊。点 JP，我打 H 啊，JPG。OK，都没有。奇怪了，前阵子流行跑山啊，然后之后感觉他们就是没有在跑山了，怎么最近又开始流行跑山了？神奇耶、欸！还是你说的点 JPG 是要加挂号啊？不可能啊，没有副档名是加挂号的啊，图片背景。就是说这样吗？不可能啊，一定不可能的啊！联络资讯，啊，好无聊。啊，没人陪着聊天。
哎，不卡了，不卡了。看看还有什么图哦，感觉都不行用哦。我现在看一堆可爱的 GIF，来看仓鼠吃东西。啊，鬼岛都夜猫不是，这个时间这个时间都醒了，已经快6点了。只是医护真的很无聊。医护是被动职业啊，就说不能像其他职业可能去修车包这种东西啊。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医疗包可以做啊，或去做药啊。啊，警察就是比较动的职业，你可以去找抓停红灯、采毒，有的没的。啊，只是警察最可怜是，如果一个警察碰上一大堆，一大堆嫌犯的话，你一直被当着耍，然后要被骂菜鸡呀，要忍受那种。忍受人家骂你菜，